能搁那这旁边。梅花肉。好不好吃？对，好不好吃？好好吃。好不好吃？好吃，好吃。人冷淡。好不好吃？什么东西好吃？好吃。好吃。黄花一只鸡，好吃。千千好不好吃？好吃。我们来说黄花一只鸡，然后你们要说成功。好。听说一遍啊。孔伐一只鸡，成功。哪一只鸡？烤肉。一只鸡。哦。孔伐烤肉，成功。可以。它的泡菜可以摆汤里煮。将基督所事和所做的一切丰富带给我们，在我们的经历中的确是这样。我们越在战场上为主征战，就越享受筵席，越觉得被有所高，并且福杯满溢。第五阶段，在耶和华的殿中享受神圣的。